我也陪了他30几年了啊，所以我可能也是他很重要的男人。江哥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也陪了他30几年了啊，所以我可能也是他很重要的男人之一啊。这首歌曲呢，我希望能够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，然后你们在听的同时，也可以想想你们身边的好朋友，好吗？祝你一路顺风。想到我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带我去玩一玩。我下套下对了的，但我只是说一说而已。请你们给我们的掌声，让我们肯定我们的友谊。